把它给封了。啊，没事，我给它解开，问题不大。房管们后台自己也能解啊，没事。你不是我的兄弟，叛徒！抽一下 A。A 抽，再 A， 多兰戒。半管路直接杀，他没有骸骨镀层。闪现 W 点炎 A 接抽，不要多墨迹，直接杀的鳄鱼。他虽然有传送啊，但没关系。红豆 Q 回个血 ，A 一下，打个骸骨 ，Q 一下 ，W 晕住直接一走，一回来补炮车，外圈 Q， 拼 A， 我们打塔，让他打我们。现在 A 他一下，直接是半管怒啊，直接是五十点怒气，先让他打我们，他打的我们越欢，我们越开心。不知道皇子来没来啊？皇子来了，可能这波要完，我们直接推线不打了。我说停停，不打了。红路抠，不让他卡线，我们回家不打了。出一个十字镐，皇子在旁边，小心点吧。再没在旁边也得走了。他来我是必死的，我没有闪现，我打不了俩。等我回家补给一波，就差不多了。Q A E 平 A 红怒 W 再 A 再 A 交闪，别着急 ，A Q 直接带走，不要 A 他那一下 ，A 他那一下他就感知到他要死了，知道吧？他的血量就有点低了，直接 A Q。好，皇子，我们别急，补个车。好 ，E Q A 接 W 红怒平 A 一过来，一回来一个 Q， 不要让他交闪现。小失误，刚才有一波小失误，我的红怒用来 E 了，没用来 Q。 A Q 红怒晕住 ，A E 穿回来，别让他打，我们有大招了。开大 A 接红怒 Q 接平 A 死，应该打不死啊，这防御塔。无敌了，我们在草丛一蹲，哎，等着狗头人上线。行嘞，等他骸骨没晕住 ，A 接 Q，A E，A 死。这里有没有眼儿啊？挡一下小兵吧，小兵只要看见了。打我了，那就说明这里有眼儿啊，没有眼儿，塔皮不吃了。A Q A E A 晕住
哎，意思，平A，塔皮没掉，可以接受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看看，谁？这黄子儿是不搁这儿呢？这黄子儿啊，这黄子儿有没有人追一下？这黄子儿。 哎，他就搁这草丛里头呢，这怎么整？哎，人没了呢，怎么？乌鸦是什么时候来的呢？开大招，一上来 ，Q， 晕住吧，红怒 Q， 套点盐平 A， 亚索死了，没事。哎，亚索没死，走位，我们把这乌鸦杀了啊！一上来 W。 闪现 W 吧，平 A。 哎呦，我早知道就闪现 W， 我想想，确实少拿俩人头啊。走吧，回家了。出咳血战斧的。可是我差点钱，出个皮还怎么办呢？Q 他一下。 他升了吧？他，嗯，他升了。一会儿回来再杀他，不着急。走回家。为什么要野我？为什么要野我？ 为什么要野我？好端端的，你等下一波来啊！ 这你能回家？回吧。走，我们回家。为什么要野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野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哥哥。 走回家，来个皮孩，出个小反甲，啊，死亡之舞。 出个反甲。
啊，出个反甲，科学战斧配个反甲，然后再出个死亡之舞。最后出振奋黑切，我们团战先杀这乌鸦。蟹手啊，蟹手不得，不太好触发蟹手。一上来 A 接 W 流可血战斧，伤害不太够啊，但是非常幼，这样就会非常的幼。谢谢，没拆掉。像这种装备我们塔下直接就杀他，知道吧，就扛塔杀，和血战斧 AE 一死就特别的幼，这塔打不掉血。破败合适吗？不出破败，破败又不幼，容易让人放风筝。你怎么的，你怎么的，嗯，我生气了啊，爷我生气，小伙子我在这堵他。就拆二塔的，拆完回家把反甲除了，除完出死亡之舞，不狼了啊，这波不狼，这波狼了就会死，死了就会断我们鳄鱼的节奏，鳄鱼一旦死了就完了，就脆了，就开始了。这谁打狼还留个大狼不留小狼，不成脱落了。哦，反甲，这家伙差了20块钱，算了吧。我抠你一下！哎呦，我满大哥 ，A 抠，可以啊，满大哥，咱先去帮着救命恩人去啊！哎呀呀，那瞒着没大吗？啊，那瞒着没大，一过来平 A， 八六度可血战斧，把他今儿给他吃了，我吃你的今儿！还给你留个小筋儿，上路收兵，把小龙拿了吧。打个蛤蟆，顺便我们再打个蓝 buff。 打完蓝我们打三狼，
这谁呀、啊？打狼老留个小的，不是老留个小，老打个小的。来，这波我们无敌，从塔后直接过来，开大招，沙姆雅一过来 W 住可血战斧 A 接 Q， 一过来女警 A 一下，好 E， 女警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，被我已经女警已经被我给大的都不行了，女警。一过来 W 住 A 可血战斧接 Q， 一回来平 A， 再 A。害怕了，女警。再来个死亡之舞。这把出黑切不？先出振奋吧。我们来一波一打五。给个舞台，先杀乌鸦啊！闪现 Q，A E， 杀我奶妈！我把你们都杀了！我让你杀奶妈，还杀奶妈，还敢杀奶妈？戳我是不是？平 A 一过来 Q 一下 A E W 住可血战斧，敢杀奶妈，杀我救命恩人 ！Q 一下，完了怒抢我两个人头，把我五杀给我拿了，把你们的奶都揪给奶妈。拜拜，不打了。我说停停。可血战斧 ，A 接 Q， 接 W 溜一回来平 A 接可血战斧 Q 一下平 A 开大招，再 A。打不能住，我死前巨鳄，我一过来，我送了。这波我没拦住自己，说实话，我有点上头了，我有点想把防御塔都给杀了。再死一个，再死一把，我们就是说2222，然后我们再补222个兵，行，嗯，送塔，现在也就只有泉水能杀得了我。那防御塔没有塔了，然后一会儿22分钟正好，
217。哎呀，差一个！哎呀！好，二二二，等到22分22秒的时候，我们一死。我们直接死了得了，加个头。截了个图，下一波我们来基地啊。真幼稚，还赢吧。打个红的，来一波1v5，给一个舞台。瞒着把大龙打了，我们正好升16级。可以，我给你扛吧，你伤害高一点。16级，狗头人咱就不杀了，给个舞台，给个舞台，兄弟们，我只需要一个红 buff。我们先杀这乌鸦，晕住 AQ， 太夹了，一过来 Q 一下 AE。让我晕住咳血战斧 A 接 Q， 敢大我可以啊，炮点炎 W 住破盾接 Q， 一过来平 A， 一过来杀女警，再 A 一下，我们死前巨鳄，奶妈也不给舞台呀，奶妈我们来把乌鸦杀，血怎么满了呢？我死亡之舞加奶妈给我回的，奶妈一直搁后边给我加奶，我用她的奶来滋润我，我给你个晕，奶妈快滋奶。抽一下，杀奶妈，是不是杀奶妈？谁也别想杀奶妈，给他挡住。这一把40分钟。